500系列32锭缆绳高速层编织机是徐州恒辉生产的一款专为缆绳编织单层或者多层防护的设备。该机器采用人机界面操控系统，自动润滑，编织缆绳直径可达100毫米。缆绳包覆编织层可以为缆绳提供额外的保护和强化，增加缆绳耐磨损、耐切割和抗拉伸性能。